懒懒变成双面人，跟热线原来都不好，蛮难过，就有点心碎这样。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很难过，嗯，就是录影途中玩游戏，又突然间又。我今天录影都魂不守舍，你站到我这边，我很吃亏啊。上次有这么多人吗？有，笑死，来给我来，不会笑还是笑？还是奶奶要坐中间。我们都不相信这些，又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啊。对啊，他要先告诉我们，他答应过。对啊，嗯，有任何的那种就是男欢女爱，一定要先告诉我。你要先审核，对，那第一个跟哪个人成的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上面都子虚乌有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你也看不上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这样乱下标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又不是房卡，那是按警卫的那个按钮，你可以去我家前面按看看。所以是几号？你觉得他像白痴吗？来，当天是很多人一起的聚会，嗯，没错。我并不是独处，对不对？完全不是。哦，什么私人暗夜，什么午夜拜访，完全不是深夜，完全不是，很早就走了。你看看啦，人人红是非多吗？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是非。嗯，朋友关系有发展的可能吗？目前没有想到这件事情。这是不是你的菜吗？就想要还是以工作为主。是不是你的菜吗？是我的。大胆讲啊，算不算是你会欣赏的那种类型了？嗯，像我跟曾国城，你就不用，你会欣赏谁？比方说，你们两个算是一文一武，所以两个都有我是崇拜的地方。是哦，对，像陈哥就文，这么把题岔开了，你这样很满意吧？文将跟武将，有没有？从早就叫我们一直帮他解文。其实我们之前同队就认识了。那男方有追求吗？漂亮。目前感觉到是，我是觉得没有，只是觉得他人很好。所以你把他当工具人啊？不是，我靠，这个你不可以转这个标，哇，不行，太狠了！要告诉大家你是哪一家的。他其实当天有跟我说，他觉得他被拍了，但他又觉得没有什么，所以他就是还是就有送东西上来这样，不然谁被拍了还会就是这样子？走进自然，对啊，就是没有任何，对、啊。我们不插话很闷哦，就是气氛很严肃，好僵哦。我有这个朋友、啊，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改变，对吗？内心的想法，懒懒变成双面人，跟热线原来都不好，你就会觉得有点难过，觉得会。我其实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，我就是一打开哭惨了他，就是觉得蛮难过，就有点心碎这样子，因为其实那个。问题是，只是因为我谈合约的时间跟大家不一样，那大家合约走到这里，然后我的合约可能还在跟球团洽谈有没有续留上的问题，这些东西我们还在确认，续留与否。那正在确认这个时候呢，那女孩这边自己有发起了一个就是和联署的合约内容，但是因为这边我是觉得我没有立场去就是参与这件事情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被拿出来，然后变成下了这个严重的标题，所以我其实，我今天起床的时候很难过，对，来录影，然后跟着大哥们嘻嘻哈哈，我就觉得好像有好一点，但是就是录影途中玩游戏，又突然间又，他今天录影都魂不守舍，你站到我这边我很吃亏啊。我以为你要主持公道。这件事情对我来说，就是我是一个大问号，因为其实我也很受伤。那这个指控我不知道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，这样。那其实有很多队友今天有私讯我，就有关心我说还好吗这样子。如果你不行的话，我们都在这样子。会有这样子的留言传出来，我觉得就是有心人恶意为之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受伤。我只是想要好好的当乐天女孩，然后好好的在棒球场上跳舞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会放轻松去看待，然后就是把自己心情整理好，然后好好的录影，好好的。哪有好好录影就好好录影、啊？不该讲就好了。还有什么了不起？对不对？我们历经多少事情也不会过。因为我第一次，都会过的，我第一次这样子大场面，那以后你就习惯了，真的啊！不要，还要有下次，还要习惯吧，都会过。